像就是我在当时打折的时候在 Jack Mills 官网买了一单。给你们看一下，这样打开就是这就是一件他的衬衫吧，然后是一条裤子，哦，我全部拿出来给大家看好了，这样感觉有点难拿。先拿到这件衬衫，它是长这个样子的，它这里就是有一个结的这个设计，然后是我看官网上图片是比较收腰的，它底背后就是这样，还有一股很好闻的味道，衣服上。然后我觉得它的面料应该是麻料，有一些麻料在里面，感觉摸起来特别凉，可以试一下。它这个地方，你看它这地方就是一个打结的这样的设计，哎，我要半蹲才能给大家看到。然后上面就是这样子，它的领子就是，不是，它的袖子就是这样子，挺穿在身上的感觉挺舒服、挺凉快的那种。它的领子是这样子，但我觉得腰这个地方有一点紧。它这个穿是，它侧边有一个隐形的拉链，它不是正常，就是正常的衬衫的穿法，它是有个隐形拉链，所以它可以塑造你这边的腰，可以收得特别的紧，但我觉得有点略紧。然后它这个领子特别的大，开到这儿，我就觉得有一点。除非你这边是，自己加个扣子，或者是就是缝一个什么隐形的小扣子之类的，或者有什么装饰品可以把它这样子定住，或者你无所谓这个领子这么大的话，但我自己就个人不喜欢就是开这么大，就感觉不太好穿，不太方便吧，就出门。但我觉得它这个材质和这个颜色我就特别喜欢，它是这种条纹的，我觉得它还官网上面还有一个白色的，但我觉得这个颜色就感觉跟他们那个风格一点，我留不留我觉得还有待考虑。我很喜欢它这个地方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小的细节在这袖口这侧边就是这样，然后它就有一个堆叠的这种效果，非常的修身，可以说是还不错，只是这个开口让我有待考虑。这件是我在他们家官网买的另外一件白 T， 就比较简单，我感觉还挺好看的，也很上镜哎。但它的版型是比较宽松的那种版型，而且袖子比较长，袖子放下来有这么长，到这种手肘这里，所以我就把它就是很随意的卷一下，这样我感觉好像会好一些吧。它的长度也是蛮长，就是整一个就是比较宽松的那种版型，但它这个棉就是这个 T 恤的质量我觉得很不错，它是稍微有一点厚度的那种质量，感觉跟前面 Mango 这一件就他们感觉这个是平价的代替版。但这件其实官网上面我当时打折的时候买也不是很贵，好像是70几欧吧，然后就感觉很相像。但 Mango 那件的材质和这个材质就不太一样，因为这个的话就是会比较厚，然后是稍微有点厚度，不是很厚。它这个印花也是挺好看的，是一种像有一点点皮质，就假的那种皮质的感觉，我很喜欢。
还有一件也是一件白 T， 跟这件是几乎是一模一样，就是前面的印花不同。但我觉得两件都很难选择，所以我就都买了。这件也很不错，它上面是，你看它能看到吗？是那种立体的那种纹路，是那种刺绣上去的感觉。他们家寄过来这包裹里面每件衣服都香味都特别好闻，有一股清香。下面是一条裤子，给大家看一下。我觉得我应该再瘦个十斤吧，因为我感觉它这个大腿这边就是包的挺紧的，虽然这个长度就非常好，其实长度很好，我觉得适合就是腰很细，就是大腿很细，臀围很小的这种，也不是啦，就比我瘦就可以了。我觉得要适合瘦子穿，因为它这个地方，你看它这边，它其实腰就是贴得特别好，这个而且是超高腰的那种，超高腰。材质是比较偏薄的那种西装裤，就腰这地方是刚刚好，但是肚子我还是得吸的那种。很可惜，我可能要不了了。你们觉得呢？应该会看起来有点胖吧？就大腿这下面是很松的，因为它有一点，它直筒嘛，直筒微喇的感觉。但很舒服，它是有弹性的那一种。最后是两双鞋子，打开以后你们应该会很无语，因为两双是同一个款式，因为网上我选不好哪个颜色，所以两个颜色都买，但我打算试一下就是哪个颜色比较好，我再选其中一个，然后把另外一个给退了。先打开了，是他们一贯有的这样子的一个鞋的布袋，是用比较厚的这种棉布袋。就是这两双鞋子啦，一模一样，但是颜色不一样，我觉得都很好看耶。它是那种麂皮的那种，这样子的翻毛皮，然后它的跟就是比较适中，不是很高也不是很低，但是凉鞋，我觉得冬天的话可能要穿的话穿个袜子吧，是这样子的。皮质摸起来巨舒服。我为什么买呢？是因为我之前在动物熊猫店的时候，就它摆在那儿，然后无意间就试了一下，就随便穿进去试了一下，然后我就发现它巨显脚细，可能这样看不出来吧，我觉得要对着镜子拍比较明显一点。各穿一只，太逗了，就这样。我就觉得很显脚细，脚背很显脚背细感觉。就将就着看吧，但我觉得很好看，两个颜色都很好看，好纠结。我身上还是穿这条，就是前面我试的那条裤子。为什么觉得在镜子里看好像感觉还行？是这样。
但它非常高腰，我就穿着一定要就吸气，就我穿一定要吸气才行，做筋骨。